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别咱好好说行吗？你别哭了。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现在很难过，但是现在你们只有亲情了。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好吗？你给我什么？你给我什么？你说，我倒是很想听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放手吧。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放手？我可以帮他给你的。给我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。他怎么就不爱我了？你说话呀。你别逼他行吗？真的只有能别逼他没有爱情了吗？你哭有用吗？不哭了，来，别伤心，我也给你一点，要吗？擦擦你的眼泪吧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哭。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，有什么好哭的呀？这气势不已经在我们这边了？好，接下来我想把红利刚才问娟子的几个问题来问孙琦。孙琦，你听好了，你是娟子，我是红利，我来问几个问题。你娟子有什么？我有城市户口，你有吗？请回答。我有孙琦。好，我有显赫的家世，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你娟子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，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琦啊？我有孙琦。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？你看我的身段，再看看你的身段。他要的并不是这些。哦，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嘛。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干什么？那段时间红丽对我特别照顾，她是一个好姑娘。因为那段时间工作落差，我渐渐对她有了好感。我也克制不住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，就陪他去看电影、逛街，静静的产生了一种喜欢。你有没有过动摇？是因为红丽的家世？这倒没有，因为我喜欢的是红丽的为人，她的性格。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？告诉他们我的选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，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。好，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时间。孙琦，你今天来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我知道我身上有挺多不好的地方，我爱耍小孩子脾气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。爱情是什么？我就是再不好，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。我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这样的，我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怎么说我。我知道，我都懂你。你只是少了一个机会，你那么有上进心。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而让你选择我的，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。帮到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不可以吗？我不是因为物质才留住你的，你别拒绝我好吗？我知道你觉得娟子对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不忍心伤害她，你想想我咱们俩在一块那么开心的，
拒绝我好吗？我不让你来，为什么还要来？
让我今天不要来，但我还是来了。我谢谢你曾经帮助我的一切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现在我的母亲一直躺在病床上，没有人照顾。我谢谢你把机会让给我来到了市里。是不是像他说的，我们之间只有亲情了，没有爱情了？是不是？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。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。如果娟子始终还保持